梅西，你看，顾教授，您看一下，这是我几个月前随便画的，后来为了比赛做了些许调整，但结果应该是差不多。顾教授，有这张照片的话，是不是就能证明南希没有抄袭了？这张照片我会拿给学校领导看的。那关于抄袭的事情，你们就不要担心了。我保证，南希的学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任何影响。另外，学校也会重新组织颁奖，你们就回去等消息吧。啊，谢谢顾教授。啊，还有啊。我觉得应该把这个信息啊提供给杂志社，也许对我们有帮助。好，好，没事。